知道你的甲方是如何利用你画的那一幅画变成一个系列的不？你的那个商业插画画完了，拆开，然后不是有很多元素吗？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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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整整齐齐，然后哎，排版大法就来了，揪个蘑菇，哎，这就做成 banner 了。三头牛围成圈儿，把字儿一加，变个色儿，哎，主图就有了。再接着一头、两头、三头，每头单独挑出来 ，one two three， 黑白配，你的系列就有了。急了个智啊！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排版方式，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的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收入是 double 哦。不会排的也可以抄作业，网上有各种案例跟排版大法，也有那种前辈给你总结好的1000种排版方式，各行各业都涵盖了。那你看，如何用相同元素变化出不同版式，配色的也有。如何用多样的色彩创意出不同的氛围，这是不是你要抄的那个作业？ Nice。